家好啊，又系我可观仔啊。今日咧我就好早起咗身啦，真系讲紧系7点钟左右，6点半左右起咗身。咁其实系俾阿 B 叫醒咗嘅。咁咁早起身咧，我就去咗买咖啡啦。冇咖啡真系唔掂啊！我都知道要戒一下噶啦。咁首先咧，我要同一位网友讲句唔好意思先，因为之前咧我应承咗嚟弹呢个Hotel California 嘅solo 嘅。咁因为嗰首歌咧，其实我好耐之前弹过，就系、是、差唔多讲紧2年前左右噶啦。咁嗰阵咧就真系日练夜练嘅，但系之后咧就真系冇掂过啦。咁所以咧，我需要啲时间去练翻，咁而呢个时间咧，唔系讲紧一两日可以做得到嘅。咁同埋之前咧，我就比较忙啲啦，可能又练下其他歌，因为其实我仲有好多歌未练嘅，即系我唔想自己因为如果有一排你练开嗰只歌，你唔练，你真系会唔记得嘅，所以我唔想话其他歌就撇低佢唔练咁样。咁同埋咧，最近都比较忙咗啲啦。如果有睇我第二台嘅朋友咧，就知噶啦。咁啊，最近我只狗咧就開始唔食嘢啦，咁因為其實佢係已經癱咗嘅，佢如果唔食嘢嘅話咧，其實我諗都係咯，我其實我自己都好擔心，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下，即係我明白我爭你哋好多歌啊嗰啲咁樣，but yeah， 我要啲時間去練習啊嗰啲咁樣，咁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下，多謝曬。咁好啦，前幾日咧就講咗呢個21点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回覆翻咧就係再之前嘅留言，因為都擺咗2-3日嘅啦已經。咁我就唔中意話拖到啲嘢咁厚嘅。咁啊，上次咧，我記得就講開呢個好心有好報嘅呢個話題啦。咁就有朋友咧留言喎。OK， 咁我哋睇下佢講咩先啊。佢話10年前咧試過喺回力碼頭天橋有個自稱副練馬師羅富全嘅人。嗰時未升正啊，話冇錢搭船，問我攞100蚊。嗰晚我冇咩輸贏，明知坤我都俾咗佢啦。第二日係跑馬，買咗條6环彩，一場兩隻，中咗條熱門正獎，收翻20000几，睇嚟真係好似好心有好報啊！咁就有網友覆佢啦，20几年前咧，我都試過同一個地方撞到譚文就開口問我就1000蚊，話翻到香港咧還1500。咁我冇睬佢啦，因為佢一口石岐話都未戒甩。石岐話，我有冇讀錯啊？嗱，呢啲好搞笑啊！有時咧，我睇你啲字唔明咧，我揾到個網站咧可以教我讀廣東話字。我睇下揾唔揾到個石岐啫。呢個係真係讚岐烏冬個岐嚟噶嘛？石岐係一個地方嚟噶嘛？係嘛？咁好啦，跟住咧，之前嗰位網友就覆翻佢啦，會唔會同一個人嚟噶？跟住佢又覆翻個網友話。舊瓶新酒啫，通關後我喺香港街頭都被借過10次8次，多數係單身靚女，亦試過1家3口借錢坐機場巴士，可能我個樣較為猥瑣愚蠢啩。咁我唔覺得猥瑣會問你借錢咯，愚蠢我就會問你借錢咯。嗱，呢啲我真係睇電視先睇得多咯，咩借10蚊嚟搭巴士嗰啲，我唔知道原來真係存在嘅喎呢一啲。喂，但係咧，我覺得你話俾人借過10次8次，多數都係單身靚女啦。其實你係咪好靚仔嘅？我想問，如果唔係，我覺得單身靚女唔會走去問過嗰啲猥瑣阿叔借錢啩。我覺得應該係你個樣應該都 OK 嘅，咁所以特登真係撩下你咯。咁你借錢都要揾個靚女去借啦，係咪啊？咁我覺得1家3口坐借錢坐機場巴士又可能真嘅喎，冇理由咁樣衰噶。你1家3口可能真係跌咗銀包咯。嗱，我諗嘢好簡單嘅，我覺得即係我唔會話諗咁多陰謀論嘅。可能人哋真係跌咗銀包咯，所以我就應該係會俾人呃嗰啲嚟。因為我記得我試過翻香港咧，我係真係俾人邀請上過嗰啲咩美容院啊，話俾我做試用咁樣嘅，但後來就收咗我錢。跟住我係唔知點解，但我又唔敢問佢，咁我咪俾咗錢佢。佢話免費試噶嘛，點 Q 之原來唔係嘅啫。我記得喺唔知旺角有條天橋嗰度嘅，俾個女人去拉住我咁嘅。sorry， 呢啲廢話唔講，講翻賭場先，都唔關賭場事嘅，喂大佬。不過都幾得意，值得睇下嘅。冇話大家當吹水啫嘛，係咪？唔緊要㗎，唔係賭場都。好啦，咁到下一個啦喎。嗱，呢一個咧，我哋真係要研究一下啦。咁啊，有位朋友就話啦，
Ace 同埋六對五仔，即係個荷官有五仔啦，你有 Ace 同六，即係 Soft 17 十七點，係要 double 喎。佢有網友寫話係要 double 嘅。咁但係我以前做過嗰啲賭場咧，都係唔俾 double 嘅 Ace。咁我唔知道澳門係咪又係唔同啦。啊，真係好鬼神奇嘅，所以我話啲好多奇奇怪怪嘅廿一點嘅。正常就 standard 是不可以 double 的，这样就真的，因为很多人试过想 double， 我们都要跟他说、啊、你不可以 double， sorry 这样。还有 Ace 呢，如果分牌只可以要一只、啊、大家可以告诉我究竟澳门是、啊、是不是又是不 不同赌场又不同呢，还是其实他很多张台其实有没有看清楚 你玩的张是、真真正正的21点，还是21点有个加号在后面，还是 pontoon 来的呢，其实又很不同的噃。多谢你留言先，啊，不好意思，头先嗰位都多谢，头先嗰两位都多谢你留言，我唔记得咗，多谢你哋。好啦，咁到下一位啦，就话我已经超过廿年冇赌廿一点啦，就是怕被啲其他赌客影响啦。但最近因为系有朋友玩紧，嚟见佢执到啲，啊，咪搭住玩一千咯。连朋友一共两千，咁隔篱咧有位大妈咧又搭五九喎，即系二千五啦。嗰铺 blackjack， 但系个荷官咧就公仔面，条大妈鬼杀咁嘈，话要收足。我睬佢都傻啊，收咗先唔理佢。嗰铺个庄咧就爆咗，个大妈咧就口中念念有词，咁我就即刻走人啦。赌场咧最忌就系、是。嗰、那個咩字嚟嘅咩氣啊？呢個係我朋友改完輸到嘔突。嗱，我嗱呢、這個呢個留言咧，我又想問清楚少少啦。你嘅意思收足嘅係咪嗰個 even money 啊？因為咧正常嘅話咧，就係、是、要可觀有隻煙屎先可以俾你攞呢個 even money 嘅。咁我唔知係咪又係澳門嗰啲。嗰啲規則又唔同啦，公仔面都可以攞 even money 咁，我就唔知啊，定係你記錯咗咧？不過有時，唉，呢啲嘢就係，所以唔好答咯，答嚟做乜啫？要自己玩啦，叫佢。咁啊，最低注額係咪一千啊？所以佢答五九落去啊？係啊，有時都係噶。我見有啲人咧贏得好地地，跟住咧唔知整條友出嚟喺度，跟住有人就一就佢咧，跟住就開始輸到仆街嘅。咁好啦，多谢你嘅留言先啦，等你回复翻我嘅问题先。究竟你系讲嘅 even money 定乜嘢？系咪诶个着装系有 ace？ 你记错咗系公仔面咧？多谢你先啦。咁又系一个争议性问题啦，系一位好多人都咁问嘅，都系好多人都成日觉得赌场有出钱。我讲几百万次啊，不过啲人唔听就算啦。不过讲真啦，其实咧有个好简单嘅方法咧。去知道究竟賭場有冇出錢嘅，就係、是、你入去賭場做一陣，你就會知嘅。即係我講冇用嘅，我講冇用嘅。有啲人之前有朋友都話覺得我仲係幫緊賭場，但其實我真係冇做好耐，所以我唔需要咯。我真的不需要幫賭場，我只不過講我自己見到的東西。我亦都有戴頭盔的，就是我做的賭場冇，即係其他有冇我不知道，但據我所知咧，就應該不會有咯，即係唔需要有咯。其實最簡單就是、自己去入去做一做，咁就一清二楚噶啦，呢啲唔使拗噶啦已經。咁 anyway 啦，呢位網友咧就話賭場夠膽用透明洗牌機啊，肯定有出千。笑，咁我就答佢啦。嗱，始终我唔系内部同高层啦，又未做过好多赌场，所以咧真系唔识答。不过我本人始终都话冇嘅，因为咧赌场真系唔需要出钱，反正有利嘅几率咧都已经去咗赌场嗰边噶啦。即系所有嘅游戏 design 出嚟咧都已经系去咗赌场嗰边。而且我做咗咁耐，我真系唔觉得有咩蛊惑。讲真，嗱，我括弧咗噶啦，已经都系噶啦。我已經冇做好耐嘅啦，唔會話企喺邊一邊講嘢嘅，只係講自己嘅經驗出嚟。嗱，咁樣有網友就覆翻我啦喎。我開頭都係咁諗，但睇咗 N 次啦，個個買大嘅時候就會開細，大細注碼平均嘅時候咧就開圍，百家樂都一樣，個個買 banker 佢開 player。呢、這個世界冇咁多巧合嘅，有個笑面咁啦。嗰啲色仔都幾仲搞笑，粒色咧自己停咗都可以違反物理定律犯。玩多下咁样嘅，首先你讲嗰啲睇咗 N 次啦，买大开细啊嗰啲咁样咧，我就唔想同你拗呢一样嘢，因为咧你意思睇咗 N 次啦，睇咗几多次，同埋睇咗几耐，个个买大开细咧，同埋大细注码平均开围嗰啲咁样咧，我当然系见过嘅，但系咧计翻我喺赌场做嘢嘅时间咧，我亦都见过好多系赢嘅。
書亦都見過好多。其實對我嚟講咧，都係我唔可以話五十五十，但係就樣樣都會有啲咯，即係唔係話鋪鋪都係咁樣。咁啊，朋友就話呢個世界冇咁多巧合嘅，哇！呢個世界係真係冇咁多巧合，但係有時又真係好巧合。嗱，我唔知道我自己講緊乜嘢，但係咧，有一樣嘢我可以好 100% sure 俾你。聽的就是我做可觀發牌的時候呢，我是完全沒有按過任何掣去令到牌去變的。那我又怎會知道，或者賭場又怎會知道那一鋪的人是會買什麼呢？因為你要到真的個個買完的時候，如果你真的要出千就在那個時間來出千。我沒有可能，應該說賭場是沒有可能首先預排了一些牌出來等你班友輸，因為大家賭場也不會說未book先知道你們買什麼牌的嘛，即是買哪邊飯的嘛，是不是？當然可能有很多網友就不信的，就肯定覺得我們是桌底有個掣啊那些這樣的，見到大家買了我們就按個閂出來。咁首先咧，我話俾你聽，我都係有賭錢嘅，我都有去玩嘅。如果我一早知咧，我就咪鬼去啦，係咪？咁我都有贏有輸嘅，即係唔係話同咩誒識得個可觀啊夾埋嗰啲咁樣。如果係嘅，我發咗達啦，我仲使玩 YouTube 咩？係咪？咁有啲仲誇張，我聽過就係話咧咩誒可以遙控啲牌啊，轉啲牌咁樣。喂，那個書喺隔離。大家都看到的，那個書在旁邊嘛，是吧？有些還是透明的，那個書你怎樣換這牌我真的不知道。但你說色仔呢，我就真的不知道，因為我做那裡就沒有這些自動色仔跳。因為我去澳門的時候我見過很多有幾粒大色仔在那裡砰地跳，我都覺得那些怪怪地，但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出千，那些我不敢說，因為我沒有做過這些。 我是澳門玩過一兩次，但是呢因為那些都沒人站的嘛，所以真的不知道那些。那些我真的答不到你了。但是我就不喜歡玩那些，我覺得很流的那些。那最尾都那句啦，我覺得會有人鬧的，但是呢即是會有人鬧我的，但是呢我只不過都是真的那些講句都是講回我自己經歷過的東西出來。我覺得我見到沒有就真的沒有了。那如果大家是不信的話，很簡單而已，入去賭場做回幾個月你都可以知道的。不用入去賭場做兩個月你都知道的，究竟裡面是怎樣運作。最簡單的方法呢，就是自己親身入去感受一下，那就不用爭辯了。不過如果大家都還堅持說賭場是有出千的話，那不要緊咯，不要緊的， 我都是，反正我都沒有做了，那大家怎樣想啊，大家的想法沒所謂的。還有呢，如果真的覺得賭場出千的話，那就不要去咯，是不是？最簡單的了，不要去就行了。咁啊，多謝你的留言先，我不是嗌交啊，講明先，我不是嗌交啊，我只不過是講啊，究竟我的睇法是點樣啦。咁你有你的睇法，我都尊重你的，就希望你明白。咁你記得俾翻個笑面我，其實我知道大家都不是嗌緊交，因為我好唔中意人哋嗌交嘅，尤其留言嗰啲咧，我好唔中意人哋嗌交。人哋頻道又好，自己頻道又好咧。我會好唔舒服，所以我唔中意有啲 conflict 嘅嘢嘅，所以我盡量。即使我反對咧，我都會婉轉咁同你講，即係我唔會話，喂唔係咁噶，你話咗唔係噶啦嗰啲，我唔會，我唔想，我唔中意咁樣。咁都係嗰句啦，多謝你留言先。咁好啦，有位馬來西亞嘅朋友咧就話建議講解英式21点啊 ，Pontoon 啊，保牌規則喺馬來西亞雲頂賭場咧 ，Pontoon 就多個 Blackjack 嘅，所以咧好多大馬人都熟悉 Pontoon 多個 Blackjack， 咁希望你能講解一下 Pontoon。俾啊大馬粉絲參考 ，Pontoon 好耐冇丟啦。我記得我以前係丟過啊，丟過唔係粗口嚟噶，呢個英文嚟嘅。咁啊啱啱開始咧就有丟過 Blackjack 最正統嘅 Blackjack， 然之後咧就有 Pontoon， 跟住我就有丟過 Blackjack Plus 咁樣嘅。咁樣樣都有唔同嘅規則。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你問翻我都有啲混，除咗 Standard Blackjack 之外咧，其他嗰兩個咧好似仲有一個嘅，我唔記得。好混亂啊，所以我咧要再諗一諗究竟係點樣釣，我真係我唔係好記得啦。Pontoon， 我試過係一日八個鐘頭都係釣 Pontoon 咯。以前就好熟啦，而家真係唔係好記得，所以我要睇翻先至整咗條片出嚟。不過多謝你提供資料先，係好多人就誤會咗 Pontoon 同埋 Blackjack 係同一樣嘢嚟，其實係唔同嘅。咁啊不過你教識咗一樣嘢，我唔知道原來 Pontoon 係英式21点啊，我就係知佢叫 Pontoon 嘅啫。咁啊多謝你留言先啊，亦都多謝你嘅意見。喂，有大馬粉絲喎，開心開心。其實我同大馬人咧好有緣嘅，
係因為我有啲親戚咧都同大馬人結咗婚啊嗰啲咁樣嘅。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騎龍嘅問題啦喎。上次就問咧咩係騎龍啦咁樣啦。啊，我知道呢位係靚仔嚟㗎，記得。我要查咗你個樣先，唔好意思啊，靚仔。唔知道你仲有咩道理？好似你冇復翻我，係咪我嚇親你？騎龍一般都是進化曬，喺而家澳門多數都是醒仔，又有新字學啦。我真的不識咩係醒仔，借錢俾你在賭台上面抽乾，每贏一鋪佢嚟到抽，在你輸曬之前抽翻個本。250万嗰條友是換錢檔，佢贏咗錢硬係要趕紙咧，佢喺賭場揾食。只不過他手下兩條友貪心懟冧咗佢啫。我睇嚟咧，澳門真係好多呢啲字咧，我真係唔識喎。嗱，啲咩騎龍啊，乜鬼嘢醒仔啊，咩抽乾嗰啲，我估應該估到咩係抽乾嘅，但係其他嗰啲真係估唔到咯。雖然我唔知點解俾咩 common 咧呢個 common， 可能我以前做嗰啲賭場咧都係鄉下啲嘅賭場啦，咁所以澳門呢啲咁嘅大賭場咧，入邊梗係有好多嘢嘅。我呢啲我就真係唔知啦。但係我感覺上好似好多壞人咯，係啊係啊，感覺上聽落去好似好多奇奇怪怪嘅人喺澳門賭場入邊，應該好大開眼界嘅。如果喺入邊做嘅話，咁我真係唔知點樣覆你，因為好多我睇唔明。不過我多謝你留言先嘅，我應該略略都明一明嘅，但係我唔想亂咁覆咯，係咯。不過都多謝你啊！但有一個字我唔識啦，呢度試過喺金沙城連開28鋪莊，張台企咗三浸人係咪啊？咁我就問我咩係三浸人三浸人？我以為教友啊，你知唔知道？我以為。咩浸会嗰啲咩教友啊，系嘛？咁我就喺度问咯，乜鬼嘢系三浸人？咁啊，有人复翻咧就系食花生嘅人。哦，所以要觉得呢，真系唔知啊！原来系咁样叫噶，叫做三浸人啊？点解嘅？有冇人可以复翻？而家唔知边个答边个啦。即系有冇人可以？得閒覆下我點解會咁樣叫三鎮人呢？多謝阿馬神先啊！我呢個好搞笑噶，佢呢個係覆翻我之前有條片咧，就講緊呢個賭場嘅冷場人，即係去到邊度咧，嗰條友都輸噶啦。好似係賭場請你啦，去搞尋你嘅。咁啊，呢位網友咧就話，阿貓仔就話，真係有都唔出奇嘅，因為佢哋每次出手都有個暗號，就係等等。之前讲过噶啦，话咧通常有啲咁嘅人出现咧，好大声咁叫等等，跟住俾佢落住啊，咁咧嗰铺就肯定扑街嘅。咁我睇完呢个咧，我就笑咗嘅咧，想俾大家分享一下，原来系佢哋嘅暗号嚟嘅。OK，I see。咁啊，多谢阿猫仔你嘅留言先啦，我觉得好搞笑咯呢、這个。好啦，咁呢度有位网友咧就话，当年金沙新开冇耐啦，就同屋企人咧去玩翻几手，玩时间，因为要搭船走，去到将300蚊冇人坐嘅台咧，冇乜人坐嘅台咧，咁就开始做咗赌神啦，当然系中咗啦。玩咗几手之后咧，有人开始同我对赌啦，对家咧系一个后生仔20多岁到嘅，大胆讲句，玩咗超过10铺都未输过，和都冇啊。咁啊，有一铺咧，大家都一齐买闲。咁啊，后生仔又最大主啦，应该系佢睇牌嘅。点知后面有个大妈就屌佢唔好睇喎。唉，我因为 AI 翻译企应，即系我谂佢都唔识点样同我翻译呢一句。后来都系我睇，当然系我中啦。后来够时间走，后面啲大妈起哄叫我唔好走，但系最后都系要走。我计过大约中咗20铺到啦，和都冇开过，真系1铺未输全中啊！成世仔最威呢一次，咁你又衰嘅，好地地话要走，搞转晒个 party 系咪啊？嗱呢啲我都真系见好多噶，大妈唔好大妈啦，总之你赢开睇牌嗰个话要走咧，个个都唔 happy 噶啦，个个都起哄噶啦，但一起完哄之后咧就开始输，可能嗰度气已经系断一断，所以就会输。不过其实你要走都好嘅，呢件好就收啊嘛。你继续玩下去咧，你嘅即系如果输嘅话咧，就开始嚟噶啦。都中咗20多铺咯吓，仲唔走仲乜啊？吓等咩啊？等输啊？不过咧，你就伤咗大妈嘅心咯，真系阴公猪咯。
不過你有20幾棵，咁你中咗幾多錢啊？雞唔雞話俾我聽，你當年中咗幾多錢？你一鋪玩幾多啊？佢$300台啫，你唔係淨買300噶嘛？有冇越搭越高呢？唔係先，最重要就係咧，你之後仲有冇翻嚟賭場？咁有冇輸翻曬落去啊？定係點樣咧？多謝你嘅留言啦！咁好啦，今日咧就讲到嚟呢一度啦。我哋再睇下同埋咧，我储嗰啲灵异故事都系时候要 up 一 up 噶啦。咁今日就讲住留言先。咁啊，多谢大家嘅收听，记得订阅、点赞同埋分享个频道啊！多谢晒，赞你哋嘅歌我一定会完成嘅，不过系不知何日。好啦，拜。